爱情，一滚该相爱离去，留下孤单该罪爱。不是爱跳古日该命运，就算爱离开，爱上有阴影爱未转来。八点本期应该都清清楚没意思了。晨晨很聪明，应该不是爱计算物件。不过趁意识调度了下，他都没飞爱天花呢，太快哦，还得个欠的。连领导都无法吞入到压力的心肝度，去爱嘞，同爱老压力之间，属于因两三个共同经验太少嘞，也像有太子心意结着的生硬的，恩爱老其深深关联，迄无，因根本迄两条唔会交接的平衡线咯。什么吗？我喺董晨晨，我要去参加人家婚礼。做得啊，冇问题啊，一定是会准时的。再见啊。卖硬啦！你基本乱飞，唔敢硬跳看咯。阿雷，你知道吗？只要你一句话，我就不会答应跟 David 结婚。为什么你不问我跟你分手的理由？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在结婚前夕跟 David 坦诚，我心里最爱的人是你。你大概不知道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吧？这习惯是因为你才养成的。
你在练团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只好把想对你说的一字一句写下来，一边等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不早点跟我说呢？可能是自尊心作祟吧。现在很多事情都不一样。我知道，可是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说忘就能忘的。我想睡了，晚安。晚安。阿瑞啊，晨晨，阿去马来西亚无老人讲啊？马介时节，佮无老人讲啊？无老人讲哦，佮想离开无结果诶。晨晨哦，一天无爱老人为难，怎么老人讲啊？佮就许哦，弟弟骗你想给你呐。假使啊，你无法度表达两种感情，跟多个三万条诶，去争取啊。爱情哦，没安简单呢。爱自家中意买，爱自家买滴啊。不过，我要分爱自家中意什么诶，买滴爱中意去。晨晨，刘凯，你有没有呀？我都参加新人婚礼啊，结果没想到去坐回老师会加死咧。都唔掉，也个重色轻友跟伊，还有面皮讲哦，哎喏，都迄亲好的高中同学，假使无通婚礼当风看到的，听说会一生人遗憾的。我咪是因为其他地方的，
让当公的玫瑰附着来啊！哎，张哈比汉基哦，就数到家个建心，讲家个老公哦，水都平记，加江喜，据说呢，秘密个老婆你安排到拉斯维加斯。算了啦，哎，你两三即刻可以通好回好嘞。嗯。要枪做得安用啦。哦，俺地只地方以后诶，你才是强下去好吗？天奈啊！前世系做唔得讲诶秘密，不过啊，保障因为中意。你讲个秘密，就爱带俺来墨水哦。系啊，俺可以滴海笋都冇放些肉个，俺想下。只要太好的包容，也带五个妹的，咱做得不爱路通好，还开心的话，爱干油面粗粗的，没关系啦，反正三下落一定不愿有着急有欢喜，好，三、二、一 ，Go！小鸡毛啊！青葱哦，是假真金边做一条鱼的咧。晨晨，俺舅梦言消息，你两日就会推翻做先生了。错吧？来，一下营养师咩？该哦，该应该是个蛮爱流浪的画家。不过一下为着生活，需要老旅游杂志拍张相片。赚到钱喽！你哦，喊起老头拜穷用，想爱做马街就去做马街，丝丝悠悠的，一丝的烦恼都冇。敢有烦恼冇啊？嗯？冇啊。行，听我，听我。哎呀，不会再这样重启。爱先宽大个。哎，谁的？哈哈，跟小勇见面哦，应该唔会来啦。佢唔小勇几辈啊？你几下辈咧？几多唔易来啊？你就问好，你小心啦。你咧讲乜嘢啊？你讲嘅经。小勇还没打电话来，哎哎哎！
哎，哎哦，小友，等你等几年个哈？马哥啊，你莫来哦。啊，你真去无法出来咩？哦哦，哎呀哦，好嘞好嘞哈，亲友过年哈，哎，钟太太啊，老师用公粮去发好无啊？哎，迄无去天草尾真艰苦个哦。 去哦，当期待金本年哦来寄钱呢，哈！喂，你用咩老电话挂脱了啊？金用咩安用啊？其实伊无来接收容哦，这么该死的安尼讲法无准算啊！眼出讲，唔好难听的个希望啊！哎，你有野做？哎，迄囝咪平常过做。 让俺妈个想讲，你要看人家散咯，让伊老小勇讲嘞。哎，小勇，哎，你喏，等下去吃东西呀？你要吃嘛个呀？铁板烧，也是小火锅啊。 错啊，是吧？唔通啊，去老夜市好冇？嗯，系啊系啊，好。小姐啊，天发冇一只，流言也冇一肥，明白个东西啊？ 也许嫌蛮有飞太贵，爱老你出嘛。你敢听无听你平个大嘴骨咸掉嘴，规日抢做着寥寥办细鬼个穷下，实在哦，亲无意思呢。说袂讲，你天光要怎来嘛？几多点都起床啊？实在飞来天花啦，没有事情让你讲。还有哦。 下礼拜无果子甲做体，又无人来讲，哎呦，也袂稳准呢。少做做因个啊！错啊！你阿凤今日讲。 讲要给你们好咩？哎呀，上个加了经验啊，不过好搞个上课，无赚钱做唔得啊。唉，晨晨，你敢发现，你做你手术结果后，你的心情好加多嘞？尤其个今物件啊，你几个人团起来，很开心，又有信心。 俺有心情无好啊，而且还无上多，节目虽然按神奇，好多啊，非常精彩，本人规只心情都变得很较好诶。你确定？俺看到你的时节，心情无唔好咩？当然无啊。好啦，唉，上爱感受唔错好咧。 好啊，同你乱包，叫伊碰包合度都是得嘞。哦，阿春姨哦，今明日要去宜安照顾一口公诶，今日哦真紧很烦呢，因为做得本老人家自家哦去宜安啊。所以咯，是叫见人心嘛，春姨无头乌卡，领导都现出年用嘞。哎。 你按两讲伊呐？哎，我讲的是事的，唔好看，伊进前啊，脚都几嫌废嘞，佮就怕佮天数变数，全伊无托付卡，佮都空都见度，物个都买做嘞。哎，基本的哦，全无义务照顾因啊。领导，我讲的同阿里个乡下，佮都系差个一份子啊。
就算无义母，嘛有责任要照顾下家庭。总共既然阿干妹都变唔到哦。反正哦，一下哆来咪读幼稚园的啊，面试个工作，他自家拢做会清好啊。故说吼，无必要也唔是故意麻烦领导啦。好啊，可是同领导转做了两笔代银卡好嘞，其当初无点东西，所以嘛唔是提准备啊。哎、欸，你就什么那么小心眼啊？哎、欸，我去推青青先生出头呢。可能佮真今天有事情在磨合啊。你又提佮有事情嘞？哦，唔同阿克强看吼，看佮这样都偏心，唔记得青青先生对人按照顾诶。我听伊讲可能有事情啊，你就做点安南头发啊。永勋，算我无讲啦。同伴保重好。好啦好啦。王大制作，你们这么大的跨国唱片公司，我怎么敢随便推荐呢？保证实力跟偶像兼具，跟韩国歌手一起搭，这样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谈谈看，韩国市场也很大吗？谢谢谢谢谢谢，嗯，我相信只要有加分的作用，阿雷他一定会答应的。谢谢，请吃饭。那有什么问题呢？还要谢谢王大制作的帮忙呢。OK OK， 那就这样说定喽。好，谢谢谢谢，嗯，拜拜。喂，晨晨哦，你有没飞来天发？哎，一下唔系肥了咩？哎呦，你几蛮摇哦，去摇到火神去了咩？你神经哦！哎，聪哎，外头鸦片的市场，前段之前看到个水晶哎。哎，个人哦，很正经就咩嘅呢？哎，我大天晚半夜做老人讲吼，你老嘅东西啊，天数爱买做来啊。天数你？哎。我遐买本爱去解，我总无人买咧。嗯，我才贵呢，你都尊重吼，见鸦片少不爱咩？真无爱。好啦好啦，算你啦，你吼做来怎讲？哎，你得要去看伊飞上机票啦。做嘛个啊？嗯，我喺省机场吼，拿爱见鸦片啊，无用巴东爱哦，会当个人接你啊。哇，你还唔知见笑哦？亚个东西很矮个。好啦，你实细看，你从那一班边样去，还就几多点都退班咯。我从没看过这样的阿雷，我真的要失去他了吗？不，我不允许。哎、欸，小玉，我同你讲哦，青青先生我叫来咧，还有阿瑞哥我去接机呢。真奇呢哦。嗯嗯，廖本。嗯，唔是谁。所以哦，看得出来，阿瑞哥还是较介意青青先生。嗯，一六年晨晨欣赏莫彩，还看阿瑞哥就有丢一丝丝。哎、欸，你有咩充电哦？充电系头先也没打电话来。他说天公我带你去买心心哦，可能他有那青菜说的啦。不会啦，上班也慢慢没来，听说他有什么事啊，所以啊这次将要专工来补偿你啊。我看你良心就有耐心啊。嗯，什么阿姊，你天数哪头啦？嗯，我看办良心好嘞。小勇，除了上名大曲，看小说嘛，懂好啊。名路老远的东道，我惊我戆戆的不能老去。你想太多的啦！快乐女孩，几件年轻好，
那条唔但做得讲心事，也时时相互鼓励。其他讲还说好呢，还一个亲友三个他阿姐啦。好啦，七家爱死你哦。嗯。电脑很漂亮啊，有什么好看的？哎呦，我就不知道按到什么键啊，结果就不能上网了。哎呦，我现在一定很急啦，快点啦！哎，这台电脑不错哎，功能配备啊都很齐全哦。哎呦，那些我都没有在用啊，快啦，我只要可以上网就好了。哎，橘子啊，你的网友就是叫你打扮成 OL 那样子的人吗？嘿，我看他的品味啊也不怎么样嘛。你懂什么？我的网友叫金城武，哎，在科学园区上班，品味一定不差。况且，如果我生在唐朝，一定是贵妃命。那个领导，切，哪能跟我比？哎 ，OK 啊，可以上线了。哦，真的好嘞，阿磊，你好棒哦，简直就是 Superman 嘛！哎，橘子，我拜托你好不好？小荣那个年纪啊，上网交友也就算了，你现在都几十岁的人嘞，还在幻想网络奇缘啊？什么幻想啊？我有实际在实行，好不好？嘿，我看你啊，不如发动你的亲友团啊，帮你安排一个相亲会，这样还比较实际一点。我要享受的是邂逅那一刻的浪漫，才不要什么相亲会！哼！切，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我看了。你的网友看到你是恐龙妹，不被吓死才怪！切！好嘞啦，莫叫嘞啦！啊，底下三分吼都去接晨晨了没？叫叫叫！我去接机吼，来变样都喊他急啊！唔咩啊，迄领导，今日身体哦，亲像规模舒爽诶，面色又啪啪，阿瑞哥，啥啥去看哪个啊？啊？你嘛样喏？领导。Linda，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我胃痛啊。胃痛？台子啊，家里有没有胃药或胃散？没有啊，我刚吃过了。那喝点牛奶或吃点苏打饼干会不会好一点？啊，我没关系啊，你赶快先去接婶婶，不然时间会来不及。阿里哥，啊，不然你先带琳达姐去挂急诊，然后再去接森森老师啊。好，琳达，那我先送你去医院，然后我再去接森森。不要，不要，我不要去医院，我休息一下就好了，真的没关系，我没事啦。琳达，你真的不要紧吗？那好吧，哎，台子啊，你先帮我照顾琳达，如果什么状况，帮我送她到医院啊。哎，不行啊，我等一下有事情要出去。你什么事那么重要，不能等一下吗？不可以啊，我跟我妈和我妹约好，等一下一起在三亚吃饭啊。可不可以改天啊？我还要去机场哎。不行啦。春怡嘞？春怡她去医院陪七舅公啦。心怡嘞？心怡去买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小荣呢？小荣，他妈妈说要来接他，正准备换衣服要出去。阿 K 嘞？他早就跟丁静去约会了啦。哎，怎么搞的？怎么今天大家都有事情啊？哎，哆瑞咪在睡觉，还是我去叫他。哎，台子，你不行，我要走了啦。哎，台子，阿雷，你如果有事就先去忙，我老毛病了。真的没事啦。那好吧，你自己小心咯。嗯。我来不及，我先去机场。啊。你真的不要紧吗？啊。阿雷好痛啊，不
先扶我去房间休息好不好？啊，好吧，我先扶你到房间。我倒杯水给你喝。琳达，先喝杯水，我去看看有没有牛奶或苏打饼干。谢谢。先生，我是 Linda。不好意思哦，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耽误阿雷去接你的时间。Linda， 你没事吧？胃痛，老毛病了。我叫阿雷不用管我，赶快去接你。可是他又不放心我，一直留在房间陪我。现在他又去帮我倒牛奶。深深，不好意思，可能要麻烦你自己回来嘞。没关系，身体没事就好。还是你在机场等一会儿，我叫阿雷赶过去接你。不用了啦，我这里坐车也很方便，你休息吧。哥，你有没有遇到亲亲先生咩？做嘛偷良心有呢啊？哎呦，你也免挨了里面啦，给领导胃痛，加上每一点点有呢，敢要靠我倒位啦？是有呢为好咩？做嘛没事胃药啊？我都太子讲不靠都无必要嘞啊！阿什么啊？你敢真的天顺爱去买倒位转来？哦，买将转来，我眼去看一下啦。哎呦！你都听说外国行业转啊？好啦好啦，不过哥哥你嘛总奇怪诶，头边啊很爱去买两套联盟转啦，结果只有选到好点做下高级，无做嘛个大早恁安泰一杯联盟水，唔会胃肠空胀奇怪咧。你真的有看到琳达连联盟在咯？那么你还劳动俺都巩固哦？啊，俺下面唔记得打电话给陈陈嘞。俺买书记就来呀。敢会同伢监督啊？王制作，你放心，一切都照你所说的条件，只要你肯好好栽培的话。他的音乐一定会大受市场欢迎的，保证赚钱，那还用说？是啊，琳达姐姐，王志作，你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啊，小龙，什么事啊？琳达姐姐。我妈妈等一下要来带我出去玩，我在想能不能跟你借项链。哦，好，你等一下哦。拿去，小龙 ，Linda 姐姐有点不舒服，要休息一下。拜拜，出去好好玩哦。可是，Linda 姐姐不。我说真的，王大制作，你不能糊弄我哦。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哦，什么时候？当然是现在啊！能跟王大制作人喝咖啡，一定是迫不及待的嘛。哎，夏柔，杨妈妈已经搞咖啡豆了哟。嗯，我用心哦。我本来想要留恁家己吃一条白莲，结果吉吉也问来只数款，不过遐只数款，人也无批啊。算了啦，佮都要被穿空咧，你要警醒，同伊偷白莲啊。嘛佮被穿空，佮唔会被切到被死咧。阿家听无，好伊摕去买用诶。不过外看见桃花老人工天花，很清欢喜诶，无像要死摕去用诶。请进。胃还痛吗？好多了。哦，刚刚珊珊打电话来，我帮你接了，也跟她解释过，都是因为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害你没办法去接机。我想，她应该不会太介意吧。你干嘛随便接我的电话？我是看到是珊珊打来的，担心她在机场等太久，也帮你解释了一下。而且以前你的电话都是我在帮你处理。Linda， 你可不可以看清楚事实？我们两个之间已经是过去式。现在你有你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生活。不要再拿以前的事来做比较。不，对我来说你还是那么熟悉，你的个性还是那么直来直往，对音乐也一样的执着。我也一样，我对你从来都没有变过，一直都没有。你冷静一点，就会发现，我不但跟以前一样，没办法给你安全感。甚至现在还有一家子要照顾，这些都是你没有办法忍受的。阿丽，不要走，因为我才是最了解你的。民宿只是你暂时休息的地方，真正能让你发光发热的，还是摇滚舞台。难道你要跟这群孩子，还有一个高中老师，在这里虚耗光阴，直到磨光你所有的才华跟理想吗？难道你以为我这次来是为了想跟你复合？是高手他们对你下玉雷都还有所期待。你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他们默默为了天地雷做了多少的努力吗？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希望可以回到从前，是我们曾经一起欢笑悲伤的朋友们都希望可以回到从前那个属于摇滚世界和音乐舞台的日子。阿雷，你真的只要守着这间民宿，什么都不要了吗？不是的，我不会放弃音乐，更不会放弃天地雷。只不过，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小瑶，你妈妈听出来临时有事，所以没法出来啊。我知啦，大伯就强用。出来，小瑶，我去你妈妈做些所在清洁么？做嘛叫我硬去清洁啊？人质，人质唔系董尚雅妹妹？唔是嘞啦，反正有阿妹。无阿妹都无脏，你都会按用过。小瑶，你的哈？用心用啊。嗯。爱弟啦，你先讲到听从董某反喜，董倩哈。忙不啦，管了。小瑶，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嘛系同唔畅快啊，我哦冇畅快。无法吐原谅阿爸，讲正经的，他应该世界有众多事情，无法吐去讲清楚的。加上阿妈妈，伊听出有几为难的所在啊。佮许因比老你阿爸又好嘞，怎会讲安用个法？小荣，我的意思哦，阿郎也情形无强用，给阿爸，是嘛？还不会来请伊。不过我阿妹咧，郎爱讲好，结果又无来。伊从天方蛮无大，根本想我来看爱，就算啦，总嘛给我偏爱。可能也没做些太无限嘞，将会无法度打天发不啊。自己就去有伊无限啊！是咪阿姊？阿姊，伊想爱玩命爱，不过施舍就透免条件，我跟明友真紧。病爱阿妹，很卡关心爱，嘛很卡在意爱。好啦，那讲杨明珠是得不应修改心情，跟伊私去通气讲啦。太子，唔讲滴小杨家妹同你红做甚啊？小杨家妹，怎么个敷衍问一只问题啊？我看小杨因为家妹无来，心情都无好啊，规日干阿滴坐到天龙面前偷命有功法，我实在有点想诶，全意无托付卡，因应该较关心几多。嗯，姑嫂咧？我哦，想爱去请家妹，关心下很用心。我当初要听阿春儿讲，家妹到台北东区一间卖衫裤个店做事。卖啥物啊？竟然第二来家妹？店名俺唔记得嘞。错啦，阿春儿有一本联络簿，底部应该有出手。嗯。你真叫我请去啊？嗯，今比姜妈妈讲好又无来，听出有物个事情，我爱你问下。在台边呢，我唔叫我去啊，等我一下。接机呼唔到吼，来了位啊，应该做得点到沉沉，然后咪所以才讲去呢。
比人家伫咧啊！哎，陈陈错猜水果条，我还没看到人哦。清心中那些沉睡记忆，花瓣铺满了一地，就像往事的脚印。我终于又回到这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想